你喵啥笑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角度你可能要贴这里哦。等一下，阿干，我要加血。你不要踩到洞。靠杯啊！不小心碰到啊，被滋的，来有一个滋蹦。哇，这个角度好哎、欸。那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拉个绳子吧。哎，干你啊！嘿嘿，绕一下。垃圾游戏，他干你娘几掰啦！那个不可能输，好不好？坏，确实好坏好帅。那是游戏的问题啊！设计这游戏的人在干你娘几掰，你妈一定死了，贱种！哈哈。我那样怎么可能输？他先爆甲了，我又继续抽他，他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两下就把我喷烂了？垃圾！操你妈的！干你娘起掰！一夜的员工干你娘了！不要来台湾了！操！一定给你死啊！垃圾员工！操你妈的！好笑。姐，不要那么火爆！他甲没满，我打他破甲了，又继续打他、欸，哎，干他两枪就把我抽倒了、欸，就两枪哎，操你妈的，我很可怜吧？都给你了，没有啦，都给你，这边有一个补啊，要不要？好，补死，有啦，女人我就不认识，我连他是什么谁、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，女人不是我要的，麻麻的我爱的是男的啊。我爱的是男的啊！520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别怕阿 B， 你还有我啊！2021最新妹子二选一。好不贴心，贴心你不会滚出去啊！干你娘，你不会叫史丹利去做啊！去你妈的，穿到8XL干我屁事啊！操鸡掰！你要穿8XL干你娘，你妈的1000块拿来啊！我直接帮你定做一件啊！贱种，再喷你还在七，干你娘！明天再来吧，杂种。刘博远，小时候买了这么多 Gage 点数。小时候买了这么多 Gage 点数，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。你妈的，你不给我公章什么意思啊？干你你啊！对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啊。干买了这么多哎、欸，这大概都国中那时候最疯的时候买的吧？买了这么多哎、欸，干你妈不给我公章杀小啦啊！不给公章杀小啦！贴的是很靠背，怎样看到大蓝趴吓到？吃的话，对面是控不住，节奏有点慢。10月10号要到啦，都会有这个吧？哎！那我们这边来定爱一下，小 BB， 怎么了？好想你哦。嗯，是吗？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人生都毁了。掠夺者能量，掠夺者又没找我。我们凯奇了，整个公司人都有，就我没有，没差。我现在要去拜托那个红牛跟魔爪的，好，我硬要跟凯奇娱乐打对台，打对台啊！就跟你整个凯奇娱乐，你就每天都搬一箱进去，然后放在他们死亡组后面放。等等，
自己去买好了，也不用厂商赞助了。我现在就是要跟凯奇娱乐作对，整个公司都有掠夺者，我没有。对啊，我现在去买十箱吧，买十箱，每次摆我视讯镜头后面，每次镜头开就是在喝。还有最好喝的能量饮，魔爪红牛。你是买两种，两种都打广告。还有两种都很好喝，就有一种感觉不怎么样。就有一种感觉不怎么样，就有一个我没买，做对到底，跟凯奇乐不死不休，要这样子臭我。有一个60，我要下去了，残血，狗哥。我打一打你们两个，就是要下去了。这我大姐。这是不明，扫一下。炸爆甲、欸，打不太到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还在对面在圈他。我看一下屁股有没有人。在圈还行，哎、欸，那个是怎样？他指甲，他从上面跳下来的吗？哎，这是冰冰姐泡汤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在这个是什么呀？游步院哦，肥嫩啊肥嫩，无看怕生，冰冰姐在这儿享受两人时光。可以用大拇哥比一个赞吗？赞。明天晚上才能玩。啊！你要我背？好累啊！那这个要干嘛？你不是要洗吗？你不是说没有东西擦？你的龟头露出来了，我有包浴巾，好不好？露出来，笑死人哦！怕你们看到会自卑嘞，露出来。吓都把你吓死了。